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，是府城400年妈祖平安绕境活动的第二天。我在的地方是闽街泽佑堂，这里有很多人在这边等，可能是要等神轿跟镇头入境。现在神轿跟镇头都在这里休息。这尊是保安广泽尊王。保安广泽尊王。广济殿三圣堂，这座神教是开基灵佑宫。开基灵佑宫，这尊神明的眼神好有威严。现在的镇头跟神教还有教班人员都在这边休息，好像也在等什么。这个队伍太长了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头还是中间还是尾巴，整个队伍拉得很长。